现在要教大家如何快速的穿针，将针放在线上，然后对折，然后用针孔套进这个线圈，然后用这只手把这个线这样拉过来，很容易就可以穿过了。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是使用穿线器，将这个穿线器的细丝穿过去之后，把这个绣线穿到这个洞里，不要拉太多，然后这样很轻易就可以把针穿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打结，将这个线的尾巴哦放在食指上，然后这个针啊跟它放垂直变成食指，然后绕个两三圈，用大拇指按住之后推针，轻轻的拉，不要拉太快。好，大家看，这就是一个漂亮的线结，穿针打结就完成了。